大家好，我从网络亚超上买的花生寄到了，看看这个特级友谊花生，340克一包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我洗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很干净的。我已经把它泡水泡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把上面的花生衣都搓掉了。这个还有点费功夫，但是基本上花生衣都被我搓干净了。准备卤一个花生小菜吃，这个是13香的卤料，过会儿给它简单的卤一下。家里有一口烧奶的小锅，准备给它喝上功夫，细细的慢炖。先开大火给它烧开，加了一点水，这个大料包，然后葱，这样比较好挑啊。要是放整个大料的话，到时候还得自己剪出来，怪麻烦的。酱油也给它进去，这样我就不用加盐了。全倒上好了，反正这个酱油瓶子也吃空了，先给它大火煮开吧。开锅了，然后我给它转成了小火，给它焖着，过会儿加上盖儿，起了一点点的沫沫。我刚才用筷子尝了一下，这个汤还是挺鲜的，虽然也没有放什么太多的料，让它再继续煮着，小火煮着大概20到30分钟。大料包我已经挑出去了，葱也挑出去了。就在里面泡着吧。我刚才尝了尝这个大料水，这个大料水简直是好吃的不得了，喝起来呢有点咸味，还不是特别咸。我过会儿也可以用这个大料水来炒菜。这个花生呢目前还没泡出味儿来，所以就得多泡几会儿，给它泡的味儿香一点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下饭小菜。